对面就是启德跑道啦，一环过三兄弟啦，就是云景、天龙、天洗海啦。我而家喺北角码头睇住后面嗰三兄弟，天洗海卖到最贵就55蚊尺，就系一 A 座嘅二十楼。呢口价我觉得 OK 嘅，但系入面嗰边就卖到去40000几蚊尺，就我觉得略为贵。如果俾我，我应该会买天龙，不过我唔系有钱人，所以有钱人谂嘅嘢。哦，估佢唔到嘅。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。佢哋三兄弟都系以豪宅作定位嘅，佢哋手工或者用料上唔会相差好多嘅。只不过新鸿基喺市场上嘅 fans 比较多，佢喺品牌上嘅价值有少少溢价。咁究竟新鸿基品牌系咪真系咁值钱呢？好多好奇嘅，系咪有钱人真系唔当钱系钱呢？燃烧吧，我的青春！佢真係王者嚟嘅，睇翻雲景嗰啲，去到接近頂層先可以賣到去60000几，但係新鴻基嗰啲特色單位，我估你冇700000係買唔到佢啊，甚至有機會超過100000啊！呢個我估啫，100000蚊你會買呢度定係買山頂？